第二标志兵有个消音狙，动车了，他捡工龙去了。架住，兄弟，冲楼灭！他真不敢捡吧？他停那高了，好猥琐呀！外面，上面那个地方，在一楼了。 右边，房子外，还有个，前面还有个，上楼了，上楼了，有雷有雷，别去，走，跟我，有雷有雷有雷，又来个雷，他哪在狙我？我操，刚压人了。 隔壁平房，最多。右边有，右边有。我操，外面倒了一个。哪倒的？正门倒了一个，被捕了。哦，走位了。我你妈，不要在二楼，长点方。长点方一个。偏右边了。好像人都在长吊。右边倒了，右边倒了。剩一个，长点方二楼倒一个，不知道在哪还有。好像在长吊房。 应该在好吧，先一楼。不要点二楼。哎，等一下，有啥？进呗，二楼倒的，对面二楼。过来，跟我，我拉外面，我帮他拉外面。好像有五六，没有去到二楼。哎，二秒，海边。 海边，我操！兄弟帮我，一个人，帮他压你了两个，还有一个，知道还有，还有，下下去，看上方，下三仓了没了？哎，木房，三标，OK， 死了，我操！四个。 楼道，再来一标，四个，就是刚那脚，再死角，那边救不了，那边我这个死角，第二道，好了，救人倒了，右边右边，可以，在眼里，知道吗？死了是吧？啊，就在眼里，直死直死，我在眼里，啊，没，我这个，来吧，摸人了，仓库。 放错了吗？哎，我没摸了，我操！兄弟，你别摸人了，我屁股这边倒了吗？死了，死完了。我操，这么准，兄弟！别往前跑。右边压，右边。在后点，不是这个。近点这个倒，这是近点。OK， 是个后点坡的，拉吧。 那个这个大坡后的二标，那个后坡打好的，能压的吗？这里那帮，这儿了，这儿了。啊，被他干碎完了。这儿有奖，我打头。标点有一个。 哎，往上跑了，我看到了，倒两倒两倒两，牛逼！二层楼被没倒两，没人到了。哎，直接顶到二层楼，给雷给雷。哎，他也在丢雷，有雷。我操，被就一个了，被雷了吗？拉车跑，来个一，那直接拉吧，开车的就直接。